小池，我已经找到让你回去的办法了。我们在你穿越和小说订婚当天，都检测到相同的引力波，极有可能出现了连接过去和现在的虫洞。因此，我们只要等下次虫洞出现，你就能回到过去。那，下次是什么时候？如果我推测的没错，应该就是一个月后。 能回去了。 陈心怡，你别太过分！花小池，你干什么？我过分？花小池，就你这样还想参加比赛呢？真觉得你能够上台吗？嗯，就你这个鬼样子，你是要去吓跑裁判吗？就是，不就是个保洁吗？自以为接触了一些上流社会的人，就真和我们是一份子了。花小池，你好好撒泡尿照照自己吧。你不是想去参加比赛吗？好啊，我帮你啊。 陈心怡，你要干什么？花小池，你不要啊，不要！花小池，我警告你，你再敢勾引世奇，下次断的就不是这根琴弦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十年前你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比赛，但是现在呢，又有机会了，我们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？ 石岩，谢谢你。东西我已经转交给他了，至于他去不去参加比赛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一定会去的。蒋日杰，你怎么知道小池想参加比赛？你恢复记忆了？这是您去年找人定制的大提琴。 是打算当做装饰放在客厅呢，还是储藏室？大提琴，我好像不会大提琴吧？不会。据我所知，陈小姐和罗密欧也不会啊。
同志们，下次比赛加油。打开窗帘，让阳光洒进来，白色的裙摆调侃着我百无聊赖。你笑得像小孩，让我快坦白，有什么隐瞒我傻笑着说不出来。难道我的线索全都被你猜，计划要被发现的我有一点点不安。快快快快快快，我赶紧掩饰我那